天天宏观天下，天下呢四大不调啊，全球的事无一不担心。从气候，有的时候听到了雨声，总是也会担心啊。没有雨太久了也会担心，水大不调啊，因为我们人少不了水，一天啊都少不了水，何况呢假如是干旱啊，缺了水我们如何生活下去？所以无不都是呢很担心，也看到了不管是水火风啊有不调的时候，这种在人间啊无名英雄，虽然我们无法一一认识他是谁，可是没有他们呐、啊、来保护啊，不知道灾难呐、啊、一旦发生要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要时时的要抱着感恩心啊，这种普天之下灾难偏多，人类苦难偏多，所以佛陀第一场的说法那就是苦集灭道。当他成佛的那一刹那间，他的心境跟这种他的周围的环境啊，这心与一颗心这样一接触呢，突然之间啊好亲像小怕点赶快哦，那样的火光啊疏散呐、啊。但是呢不是刹那过去，这一觉悟呢佛陀的心境啊总是一次一次呢都是在佛觉悟的世界，那叫做华严世界。这种华严世界呢是一种譬喻、哦、譬如啦，花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讲的法华经，那花那就是莲花，那这是表示清净的意思啊。佛陀的内心那觉悟的那刹那之间，环境呢是净寂清晨，那样非常非常干净而辽阔的一个非常宁静美好的境界，那不是空荡的美，不是，那是非常庄严呐、啊，如莲花世界一样的，非常的美好啊，而且又是庄严，所以把佛陀的心境呢，比喻成了就是华严世界，亲像莲花，像你讲庄严嘛，出污泥而不染嘛。花开果形啦、啊，您知影莲花无？哈，看，当莲花一开始，它的果就已经呢现前啦、啊，而且莲花从莲根一直到花，一直到果，
这都是呢利益人的，而且在污泥中而不受污染，这就是佛陀的心境啊。《法华经》啊，是现在的人呢，大家爱学到的法，我们要听得懂，是现代的人间生活的。希望人间佛法能进入了每一个人的心灵里，让大家呢可以身体力行。所以现在那么多人在听，我呢用台语讲话啦，所以这很多人听无，听无我就爱写，为着要让大家人听无的人，他可以呢随着我在讲话，他这个字幕都看得出来，知道师父在讲什么，这都是爱用心。这因为我要回馈呢所有的慈济人，我要回馈呢有志一同人间菩萨，所以我每天呢都要感恩。感恩不是用口说，我要用行动呢真正的做到了，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了佛法的妙有真空，真空妙有，让你的心跟法能契合相会，可以呢走入人群而不受这种的浊气的人间，所污染到，那这种付出无所求啦，三轮体空啦，这呢希望大家的人都体会得到。所以不得不呢在刚经的经文的经文，还要把我自己想说的话呢把它写出来，还有经文来的很深奥的还是要经过了一番的解说，所以呢都是很辛苦，听到大家人现在的生活想了解师父的辛苦，也是在那精进，真的很贴心，师父也很期待人人呢，咱是为着呢度众生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呢要让我们的社会，变成了一个呢大爱人群的聚会，不是讲吼，为着要无钱了定，但是呢，爱心的表达，那就是能舍，所以我们叫做慈悲喜舍，这是无量心啊！我们人人要培养慈悲，为了天下苍生，我们要引导人人呢。发挥他的爱心，所以我们要看到人，咱都爱给他介绍，有这么好的团体，有这么好的菩萨人群，我们现在的世间需要人间菩萨招生，我们呢还是用度人的心，佛为一大师啦，就像。来人间的教化，希望讲哦，人人拢会当成菩萨。所以这个一大师因缘呢，莫非就是要爱人人成为菩萨啦？所以咱爱学智慧，咱开始凡事呢，心爱真定着，是个代志，咱有看到的。咱真正有体会到的，咱才去了解、了解、分析清楚，咱才通讲吼。这呢叫做行的觉有情吼，觉有情。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菩萨行，菩萨叫做觉有情，
就是已经觉悟了后啦，有情的人，啊，咱人人爱做人甲人呢有诚意的人。总而言之啦，佛心为基心啦，咱人人的心就是甲佛的心同等啊，哦吼，咱爱有大慈悲心啊，殊智为基智。似乎这世人拢无为着啥，只是呢期待成就人人的慧命成长，但愿天下人啊为天下事，那用爱付出。